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这门课的范围原则上呢，在其他学校是叫自然语言处理，但是我们把范围扩大了，我们把程式语言的处理也加进来，然后把标记语言的处理也加进来，所以变成了一个比较广的语言处理技术。那所以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语言自串处理这件事情呢，能够有一个基础让大家呢能够学到这方面的技术。那基本上很少有课程是开成叫做标记语言处理的没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我们这门课程里面会涵盖到所以我们的课程名称才会叫计算语言学好，那刚刚我们看过这个授权声明这是这本我自己写的电子书但是有采用很多维基百科的东西所以要使用这种方式创作公用的姓名标示也有别的，但是以这本而言主要参考维基百科。那像我现在还在写那个维基分就有参考像一些属于无著作权的那个书籍他已经作者放弃了他的著作权的那种书籍。那我还像我写那个电子电路的部分，我就有参考像那个有一个叫 OpenStax 这一个 OpenStax College 然后它是一个网络大学，那基本上它是某一个大学所成立的一个网站，那他们上面就提供了很棒的那些开放原始码书籍我干脆给各位看一下好了，我觉得这个很有用OpenStax 真的超有用，来看一下 OpenStax。好，那各位可以从这里找到很棒的书，真的很棒。像这个 College Physics 就是大学物理Sociology 社会学 ，Biology 好像还没出然后 Concept Biology 这两本大概还没出。但这本就已经出了，我给各位看，这本我很喜欢。Get this book， 对不对？这是它的内容它是用什么 ？CC 的 BY 授权。那我是用 CC BY NCSA 那比它多了两个，所以我可以用它。因为我的要求条件比它强，所以我可以用它那。在这里就是它有分列印版然后呢 PDF 版网页版 EPUB 版那我们下载一下 PDF EPUB 是在你 iPad 或者是那个要看电子书的时候手机也可以用这种格式那 PDF 版高解析度和低解析度那我们先下载低解析度的就好了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OK 这是他的书还在下载我让他下载好了我让他下载然后呢等一下下载下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好等他下载我们再来看就好了好现在先不急着看那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采用这样的创作公用的授权方式我们可以吸纳的那种作品会变得很多那我可以吸纳这么多的作品我就可以比较快的写出一些书 OK 好这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写作方式那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偏向于
就是把开放原始码大家释出的是程式码，我不是，我是释出一堆书。 OK， 那这种做法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中文的世界里面几乎没有人这样做，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尽可能这样做。好，好，那这个就不看啊，我们先直接看这个。好，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文字的处理，文字就是语言，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语言的处理，所以叫计算语言学。那你会想到说英文、中文、法语、日语，这些都是文字，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程式语言像 C 或 Java 或 JavaScript 跟中文、英文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哦，就我来看，我会觉得一个很大的差异是，没有人可以说他发明了中文。虽然你可能会听过仓颉造字，但是真的是仓颉发明了中文吗？他只是造了那个字而已，对吧 ？OK， 而且只是造了其中某一部分的字而已吧。那文字比语言的形成时间更晚，讲话就是语言了，但是一直到形成文字其实就没有几千年了。那但是讲话，人会讲话恐怕有几十万年的历史，恐怕还不止。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中文英文这种不是任何一个人设计出来，它是由演进过来，历史的过程当中演进过来，我们的语言还一直在演进呢。像在2年前，我们还很少人会说这个东西很夯，这个东西很牛，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这样讲，因为大陆的用语是这样，非常的牛逼哦，牛得不得了之类的这种东西。那在台湾我们不会这样讲，所以现在语言又会不断的在融合。好，那这种像中文、英文这种是自然语言，在资讯工程领域，我们有一个叫自然语言处理。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台城青椒很喜欢开这个课。那台湾做自然语言的处理的，像陈信熙、张俊胜、许文莲，那大陆做自然语言处理的就更多了。好，那自然语言不是设计出来，但是很多语言是设计出来，大部分的设计出来的语言目前大部分都是程式语言，C、 Python、 JavaScript、 Ruby、 Perl， 这是最常见，现在最常见的语言。好，那顺道说明一下，我们这一门课呢会用程式，而且可能会蛮多的，而且我们要用的程式语言不止一种，我们会用两种程式语言，在这五个里面选两个，各位觉得会是哪两个？我们在这边选了两个，第一个是各位会的，就是 C， 第二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是 JavaScript。 OK， 我们会用这两个来做实作。那什么时候会用 C， 什么时候会用 JavaScript 呢？C 我们用在一个地方，就是程式语言的处理，也就是写编译器的这部分，我们特别会用 C。为什么？因为编译器要求的速度要快，如果你用别的语言速度可能太慢。现在所有的编译器几乎都是用 C 写出来的，最多是 C++， 不然的话很少用其他语言在写编译器的。那所以在需要速度的领域我们用 C， 但是呢在很多领域我们用 C 会选得太低阶了。那譬如说
自然语言处理的领域用 C 就太低阶。那尤其是像比如说我们需要用到正规表达式，正规表达式这个东西在 C 语言里面是内设没有资源，你必须要加一些正规表达式函数库，但是写起来还是格格不入，一直在画斜线。那所以呢，我们会用 JavaScript 来完成这些比较高阶的工作。好，那程式语言通常你电脑可以很容易的去解读哦，那其实也不容易哦，写编译器是个大工程，那写解译器也是个不小的工程，但是如果你把语言设计得很精简就不会那么复杂。这个东西我们在系统程式里面曾经看过，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仔细教各位怎么写，在这门课里面我们会教各位怎么写。那自然语言和程式语言之外，程式语言我们是归类在人造语言，那还有一种语言是把这两个混合的，叫标记语言，像是 HTML、XML，还有我们的标记语言范围比较广，维基百科的语言。你怎么写维基百科？那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标记语言，只是它的标记法很不一样，它是一种快速的标记语言，让你非常快速就可以标记很多东西。那最近有一种格式叫 Markdown， 它 Markdown 衍生出来的 Restructure Text，这种都是属于标记语言，纯文字的，就好像我写 Wikidata 一样，那 Wikidata 也有一个自己的语言，那最近 Markdown 突然变得很强， Restructure Text 也变得很强，那所以这部分有机会我们会跟各位稍微提到。好，那这种语言是在自然语言上面进行一些标记，不一定完全只是自然语言，有时候在程式语言，像我写程式把程式贴上去，上面再做一点标记也 OK。 好，那这个标记其实当初设计出来的用途往往就是为了让程式读懂，而不是为了让人读懂。标记让程式读懂，那要做什么？以 HTML 而言，让程式读懂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排版。如果程式读不懂的话，就排不出那个网页的呈现的画面，对不对？所以当程式读懂了 HTML 就可以做排版。那 XML 让程式读懂要干嘛？ XML 让程式读懂其实是 XML 当初设计出来的原因，就是为了帮助程式，让它可以在了解自然语言的这个东西上面有一个立足点，也就是说这些标记可以帮程式更进一步的确认说这一块自然语言是在讲这件事的。 OK， 但是后来其实在这个方面SML 并不是很成功，它反而 SML 最成功的是在企业资料交换上面，我资料要交换的时候我进行标记，然后再跟你做电子交换，所以它最后反而是在电子交换上面很成功，但是在真正帮助自然语言程式理解自然语言意义上面其实不是很成功。当初他还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什么RDF 啊之类的那些东西，其实后来都很不成功。好，另外像维基语言Markdown 这些待会我们会看到例子，那这些标记呢，以 HTML 而言，有些是为了加上粗体，对不对，加上超连结显示成表格，这个在 HTML 有这样，维基语言都有这样，XML 呢就不一定，因为 XML 的用途很广，那或者是单纯标记某个区块的特性， XML 通常是这个标记特性的这个东西。所以计算语言学就是研究如何用电脑这个计算工具来用程式处理自然语言、人造语言和标记语言
的一门学问。我这种定义方式哦，是扩大到很大。哦，一般来讲，在如果你出去跟人家说计算语言学是这个定义哦，保证人家说你到底懂不懂计算语言啊？计算语言学，但是呢，我们把它扩大了。那一般来讲，外面的计算语言学定义就是自然语言处理，哦，那是不一样啊。好，所以在传统的资讯领域，其实计算语言学是自然语言处理的同义词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领域啊，但是啊，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但是没有人做得出来啊。自然语言理解、人机对话系统、语音辨识啊、机器翻译啊，这都很困难。Okay， 那太多人花了一辈子都在做这个啊，像这种什么自然语言理解啊、人机对话系统，这个在1940年就有人在做了啊。资讯领域有一个人叫图灵 （Turing）。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啊？那 Turing 是等于是电脑的发明人之一啊。那他也发明了很多电脑的理论，尤其是数学方面的。譬如说啊 ，Turing 曾经证明一个问题叫停止问题，也就是说你要用一个程式去检查另外一个程式会不会停。这件事情呢 ，Turing 的研究结果是，他可以证明你做不到，而且你永远做不到，因为一旦你做到了，他可以做出一个程式让你找不出来，就是用你自己的程式再做一些加工，变成你的输入，你绝对找不出来，因为你一旦找出来就显示矛盾。这就好像那个啊，不是有一个小学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卖矛。一个人同时他也卖盾，他说我这个矛是全世界最锋利的矛，什么盾都可以刺穿。然后呢，他推销他的盾的时候又说，我这个盾是全世界最强最硬的盾，什么矛都刺不穿啊。OK， 对，所以矛盾这一个词不就是这样来的吗？那同样的，数学上面我们往往也利用这种矛盾的特性去证明，但事实上它不是一种证明，它是反证，证明你做不到。好，那 Turing 就是这样证明了停止问题做不到啊。那这个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呢，可以转化成类似停止问题的东西，是电脑做不到的。好，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哦，就是关注这三个：自然语言、人造语言和标记语啊。那人造语言我们指的通常是程式语言，跟标记语言其实也是一种人造语言，但是它的内容不一定是人造的。好，所以我们把计算语言学的领域扩充到标记语言和人造语言上面。那所以我们涵盖的是自然语言处理，还纳入了程式语言、编译器、解译器设计、正规语言、正规表达式、全文检索、维基语言的格式和转换方法，这些主题。那这样的结果会让我们的研究性大大降低，因为没有锁在自然语言这个很困难的主题上，但是也会让实用性增加的比较多，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一门课。好，那 OK， 自然语言有一个，应该说这种语言处理有一个奠基者，这个奠基者呢叫做 Noam Chomsky 啊。那待会我们会稍微用他来当范例，我从维基百科里面把他的介绍取出来啊，那用来做这门课的范例啊。那英文、中文和日文哦，其实刚刚我们看过它的结构，其实在英文和中文的主结构上面是比较像，日文的主结构跟中文其实是不太一样哦。英文是 S V O，
中文也是 SVO， 日文是 SOV。SVO、SOV 是什么意思呢 ？S 是主词 ，V 是动词 ，O 是受词、哦、所以英文是 SVO 就是主词、受词、动词。中文也是主词、受词、主词、动词、受词、哦、主词、动词、受词。英文却是主词、受词、动词。好、哦，这以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就是，I love you， 我，然后呢是主词 ，love。动词 you 受词，那中文我爱你也是主词动词受词、啊、我主词爱动词你受词、啊、那日文呢却是わたしは是我，あなたの是你，好きです喜欢、啊、所以变成是我你爱是主词受词动词、啊、所以在语法上面其实每一个语言不太一样、啊、但是它通常有它的一致性。日文既然用主词动主词受词动词，它大部分的情况它都会用主词受词动词、啊、好，那这是一个我们从维基百科上面贴下来的那个文章、啊、自然语言的文章、啊、那维基百科有很多语言哦，所以这样很适合我们用来做范例啊。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维基百科切到编辑模式哦，去看原文，你会看到像这样的维基语法，这个叫做 Media Wiki 的语法啊，跟我用 Wikidata 很类似。这 Media Wiki 的语法写出来变这个样子啊，这是中文版，这是日文版。当然它的内容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它不是完全翻译。好、啊、英文版、中文版、日文版。好，那这是维基百科的中文版的呈现的样子。各位再仔细看一下上面、啊、这里这一个中文版的内容结果它呈现出来变这个样子。其实它上面的字都一样，但是有一些标记不一样。譬如说这里为什么会有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退休荣誉退休教授，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哦、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你看它还有繁体啊简体的混在一起的，对吧？维基百科在这边其实它用 Unicode， 所以你打繁体也可以打简体也可以、啊、因为写的人呢一开始写是繁体的人写的，后来呢大陆的人进来写变简体的，所以就全部混在一起了，它、啊、没有问题啊，因为 Unicode 可以容忍。 OK、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呈现的结果，因为我看的是 ZH 繁体版，所以它呈现的结果不管是繁体和简体通通都变成繁体。这件事情很容易做得到，对不对？你把简体跟翻成繁体，繁体翻成简体，如果不考虑用词不一样的话，那你就只要把字翻过去就好。所以这个程式很容易做，出个作业好不好？回家写一个啊、你把几个繁体字转成几个简体字就好了。比如说十个，你找出十个繁体中文字和十个简体中文字的 Unicode 对照，然后呢你写一个程式、哦、造句、哦、自己造句造句造一段一般我们会讲的话，比如说、最常用的字是哪些，你我他是不你我他是否啊之类的，这种的啊、哦、这几个字其实就可以用来做很多词了、哦，那没关系啊，就是同样的对到同样的，也就是说自己对到自己那就好了。所以你一定会有一张对照表，对不对？那张对照表你就根据它来做翻译，繁体转简体其实就这样，很简单、哦、只要你的对照表存在，你要翻很简单、哦、其实这个东西繁简对照表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我好像也有存、哦、我给你看一下，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甚至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繁简转换啊。哦，我其实有做过哈，繁简转换程式啊，你从这个是 C# sharp 版本的啊，繁简转换程式啊，那。哎，等一下，我现在要找的是他的那个档案，啊，没有在这里。哎，繁简对照，这里，这个是合法的，因为这是那个 Mozilla 试出来的繁简对照表，啊，我只是把它稍微加工一下。你可以看到一翻成一，丁翻成丁，科翻成科，几乎都没有变。为什么？因为这个笔画都很简单。one 比较难，有没有？one 比较难，它就变了。one 变成这个 one，后面有一些比较难的，有没有？像叶，哦，这种笔画比较多的，它就变成这个叶。OK， 啊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张对照表拿去用。啊，哎，顺便一下，来。干脆吧，我贴到社团。那各位等一下加了社团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取得这张表。啊，如果你有兴趣写那个程式，就可以做完整的程式，而不是只是十个字而已。啊，那会有用很多。啊，好，好，那回到我们的课本。啊，所以。你真正在业界常会用到的，反而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繁简翻译程式，这个是目前一定会用到、很常用的东西。当然，你大部分的时间你不会自己写，你会用人家写好的。可是，在某些情况之下，你往往还是需要自己写。这时候你记得这张表格。我有贴出来给你们，啊，你到时候就不用到处找，找了三天还没找到，啊，就麻烦了，啊，好，那所以再来，你看到我们这个维基转换成已经排好版的格式，这个也很常写，哦，像我自己。在用 Wikidata， 但是事实上呢，我也用 JavaScript 在写一个动态的这种 Wiki 转成 HTML 的程式，哦，这样到时候万一维基 Wikidata 倒了，或者是 Wikidata 真的有一些很不好用的地方，比如说它有广告，比如说它的互动性非常不好。那这些我们可以自己改进。好，那所以这种程式反而比较常会写到。好，那维基的语法除了刚刚那个叫 MediaWiki、Markdown Restructured Text、Wikidata、这些维基的语法，那不是只有维基才是标记语言，HTML 也是标记语言， XML 也是标记语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HTML 长什么样。你可以看到 HTML 是这个样子，一开始写 HTML body。 哦，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如果你出去工作，人家问你你会不会 HTML， 你跟他说不会，那我敢说应该没有公司敢用你，哦，因为这个基本上连程式语言都不是，哦，它是一个排版格式，超级简单。如果你连 HTML 都不会的话，那特别是做网络的公司绝对不可能会用你的，哦，所以这些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你一定要会的。甚至像 Web 的那些程式的原理，哦，那我们这学期会用两个语言嘛，哦，一个是 C， 一个是 JavaScript。我们用 JavaScript 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软体，叫做 Node.js。Node.js 呢是
PC 版的，在 Windows 上面也可以用，在 Linux 啊 Apple 上面都可以用的，而且它是一个很快的 JavaScript 的引擎啊，我们干脆直接灌一下，哎，3.05分 ，OK。可以先加社团，可以、啊。哦，你想加社团来？我的这里就有社团，这个在课程，你选课程，课程里面不是这里最后一行有个计算语言学，把它点进去会跑到这里，这里有个社团，你把它点进来就可以加哈、哦。好，那各位一边加社团，我一边讲哈、哦哦。好，那我示范一下怎么样子把 node.js 安装起来哦。这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哦，而且现在业界用的越来越多，它很快速的爆炸，就是爆炸性的成长。好，这个 node.js 的安装档 0.8.9 版，总共 4.5 MB， 其实很小。好，那让它稍微下载一下。好，所以这个是 HTML， HTML 跟什么东西会搭在一起？跟 JavaScript 会搭在一起。 node.js 就是用来执行 JavaScript 程式的一个很好环境，所以用 node.js 来写 web， 当然你要会的就有 HTML、 JavaScript， 还有 HTML 的那个排版格式叫 CSS， 它可以让你用一致的套用方式，使得你的网页呈现统一的格式，这是比较好的排版方式，尽量不要直接把排版格式写在网页里面，那是非常不好的。好，另外像 SML，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SML， 你可以看到这个 HTML 里面呢，这里是 table， 有没有？ table 是表格，但是 SML 里面它不这样写，它说 SML， 然后 people name Noam Chomsky， introduction 艾弗拉姆诺姆唐斯基博士，就是它这个标记是在做什么？告诉你这一段是在做什么事啊 ，introduction 啊 ，people 啊，哦，那当初 SML 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标记语义啊，标记你某一段文章的意义啊。那所以 HTML 到最后你会看到什么 ？IMGSRC 哦，这个是它呢显示一张图片啊。那但是 SML 里面呢，通常就只是用一个和符合 XML 的语法，然后标记说每个东西是什么样性质的，比如说这个点 JPG 它是个 URL， 是个网址 OK、哦、那或者是 file 都你自己定， XML 是自己定的，但是 HTML 是它定好的，你不能改， XML 是你都可以改，反正你只要符合它的规格就好，所以 XML 是一种规格比较松的可以制定的规格， HTML 是一个固定的标记都已经定好的东西的网页格式。好，那这个是两个网页显示出来的不同，我的 HTML 显示出来是这个样子， XML 显示出来如果你没有套用样式之类的，你显示出来就是一个树状结构可以展开的东西。好，那上面的范例你可以看到 HTML 跟 SML 的差别、哦、如果你出去人家问你什么是 SML， 你答不出来、哦、那真的会有点糟糕。像最近小贤 PO 了一个、哦、刘伯贤、哦、他 PO 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面试题目、哦、那他们现在呢 外面他可能去应征游戏公司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哦，但他已经问到，就是说，Unity 的程式其中一段，请问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那显然应该是游戏公司，因为会用 Unity 的。Unity 里面用什么写 ？JavaScript。好，这是 Unity 支援的语言之一。当然还有别的语言，像 C#， Unity 也有支援。但是真正用 Unity 写程式的，大部分都会用 JavaScript。为什么？因为 JavaScript 是一个跟 HTML 绑在一起的标准，越来越强。好。所以 SML 它其实目的是把内文呢用树状的标记标记出来，但是它在让程式理解语义内容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障碍，但是它有不少的帮助，所以 SML 的帮助其实蛮大的。我那时候做博士论文其实就是利用这一点，用 SML 的标记当杠杆去做一些本来做不太到的东西。好，那对，这我下面有写啊，基于栏位填充机制的 SML 文件检索方法啊，这是我论文的名字啊。那当然你会觉得到底在讲什么啊？基本上就是自然语言处理很难，你用 SML 把它标记，对于某些特殊领域，程式就比较能够抓得到它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好，那这里有个问题哦，程式对自然语言处理，其实大部分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自然语言的完全理解。那问题是，到底什么叫做自然语言的完全理解？你认为你理不理解中文？那我怎么知道你理解中文？那你理不理解英文？我怎么知道你理解英文？你理不理解法文？我怎么知道你理不理解法文？这要怎么定义？我有办法定义说这个人理解中文，那个人不理解，或这个程式理解中文，那个程式不理解，我怎么定义？好，那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你仔细去想，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从1940年的 Turing 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他在1950几年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说，是几年哦，可能不是五几年，因为他很早就死了。在他提到一个问题，一个测试哦，叫做Turing Test， 图灵测试。他在这个测试上面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测试一个程式到底是不是具有人类的智慧啊？这是人工智慧的一个问题哦。我们说人工智慧，到底什么叫做人工智慧？就是程式具有人类的智慧叫人工智慧。问题是什么样的程式才具有人类的智慧？图灵的方法是这样哦，如果你可以写出一个程式，那个程式呢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会以为它是个真人，那我们就说那个程式具有智慧。各位觉得这个定义方式怎么样？这个定义方式其实是个操作型定义，对不对？但是呢，它这个操作型定义呢很奇特。来，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这里哈，图灵对具有智慧的机器啊，它的定义是：我们建造出一台机器，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跟对方交谈，然后让对方无法辨别那是一台机器的话，那就代表那个程式具有人的智慧。那这种定义方式其实造成很多问题。各位知道，其实这个如果以这种定义方式的话，其实程式早就具有人的智慧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程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跟你聊天，当然有些人会警觉到说他是一个程式，但是很多时候不了解电脑的人，
他们往往不会警觉到那是一个城市。举个例子哦，各位有没有用过类似像什么阿达机器人之类的这种 MSN 聊天软体？对，你跟他聊天啊，他你问他台积电怎么样，那他跟你聊，然后把台积电的股价告诉你。OK， 好，那个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是真的在跟一个人聊天。这件事情呢，在人工智慧上不是新鲜事。Eliza 这个程式在1960年代就已经做到。我们这门课会告诉各位 Eliza 怎么写，中文版的 Eliza， 告诉各位你怎么写，让你的程式呢可以跟你的爸妈聊天，好，那让他们感觉不出来，那是一个程式，你可以做一个机器儿子，然后呢跟爸妈聊天，当然这样子有点无聊。好，那 Eliza 1960年代就骗过太多人了，那很多人以为他这个程式真的是个人。好，那所以这种立基于欺骗行为上面的定义其实是很怎么讲，说很有问题的哦，所以我们不采用这种定义哦，我们改采于诚实的方式来定义它。那说什么叫自然语言完全理解，来我来举个例子，什么叫自然语言完全理解，就是说你怎么样，我怎么知道你完全理解中文呢？他说就好像解译器对程式语言完全理解那样，或编译器对程式语言完全理解那样啊，如果你今天说了一句话说显示雅虎首页，那个电脑的程式呢就自动帮你把萤幕带到雅虎的首页，我们就说他理解那句话。 OK， 那这样代表说你所说的话最后转换的时候呢，转换成一个必须要执行的动作，而电脑会真正去执行那个动作，这样子我们就说它是完全理解。 OK， 好，那当然这个有时候连人都做不到，因为每次叫我儿子去做个动作，对，他就可是我好累哦，其实他蛮完全理解，对，因为他如果没有完全理解他不会说他很累。好，那这种是完全理解，但有时候呢他跟你扯东扯西，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理解。好，然后呢同样的，如果我们下了一个命令说帮我找个女朋友，那这时候那个程式应该怎么办？那个程式应该做什么动作？对 OK， 当然啦，那个程式可能第一个他会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抱歉我做不到，对，他不是不了解，他是了解了，但是他做不到嘛，对不对？那他可能会在说我自己都没有女朋友了，然后呢虽然电脑程式需要女朋友嘛，诶，不过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蛮久以前的叫《神通情人梦》？ OK， 那部电影其实蛮不错的，在二三十年前的电影。那他很有趣的地方是他去买了一台电脑回家组装哦，组装起来之后呢，那个电脑真的很厉害，出乎那个购买者的想象之外。后来呢那个购买者就很高兴，因为他做什么事情电脑都会自动帮他，他要什么事情电脑都会自动帮他做到。那譬如说他在弹琴的时候，电脑还会帮他用音乐伴奏那之类的。但是呢这个电脑实在太聪明了，有一天他把他的女朋友带回家，然后呢这个电脑看过他女朋友之后，过几天呢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行为，然后他觉得有异状，最后他侦查到那台电脑爱上了他的女朋友。
然后呢，那台电脑为了要占有他的女朋友，所以呢就做了很多很诡异的动作，然后想要用，因为那个电脑可以控制整个房子，把他女朋友关住啊之类的。然后呢，最后他们经历了很恐怖的事情。后来呢，到最后，那台电脑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他决定自我毁灭。所以呢，他就控制那个电压的传送机制，然后从这一边发出一个超级强大的电流，然后呢，绕地球一圈之后打到自己，电脑爆炸，然后就毁灭。我也不知道。神通情人梦，神通就是那个神吧。OK， 好，大家对这个故事好像蛮有兴趣。好，那这就是我们认为程式完全理解的时候应该做到的事啊。那我们用这种定义方式跟图灵的对智慧的定义有所不同。我们所定义的是自然语言版的智慧测试，自然语言版。好，那现在因为下课，我们刚好休息一下好了，这样我可以安装一下 Node.js，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用法。